亦係有本堂嘅成人詩班為我哋獻唱詩歌《愛的禮物》。喺新約聖經保羅嘅書信《哥林多前書》第13章係講到愛嘅。咁佢最收尾嗰一節第13節。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、有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诗班会唱呢，就是第一节和第三节，和一个祈祷文。